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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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八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听经大德，大家好。咱即马继续要过来研究《大佛顶修楞严经》，咱已经讲到136页，那么咱即马看136页是第三卷哦，哦，卷三啊，头前面算倒过来第二章，讲六种空出是闻自当回向涅槃，空自有闻何观涅槃。咱哩毕，即个毕业就是咱哩四科内底讲到第二科，就是六业。那么六业就是咧讲六根，啊，你六根呢？咱讲过眼、耳，即嘛讲第三就是毕。那么对于毕的即个业，咱头前面有讲过，毋是根生，毋是它的通生，吼、哦。那即卖来讲，即、这个嗅闻之性，就是咱这鼻仔的鼻芳臭的迄个性。将即个呢，耳仔两个孔的孔孔的所在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孔有闻性，安尼。咱这个毕业道不是灵闻之性，就变成所闻之性之境，所以空出于闻性，当然反这个嗅反嗅。当这个毕是反嗅的时阵，何关你的代志？事实不是安尼，因为咱灵闻的鼻仔。会偏个偏呀，毋是空，空是灵魂，那么属于空就是自闻，对哇？所以呢，毋得讲何观你阿难的毕业呢？由此咱可知毕业即个嗅闻之性，毋是根生，毋是尘生，毋是空生，安尼动体。就是空的啊，唔得讲是故当知，毕业希望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你头两句就是咧说明因缘即假，显示不空如来藏。后壁两句说明因缘即中，就是显空。不空如来藏，毕业就是伊的相，就是梦；伊的性就是真，因为伊的性本来就是如来藏性。咱三界众生拢是毋知影即个秘密，所以咱拢执相迷性，就成了咱的即个六毕，就是。肉做的皮仔，或者是呢功夫较好的成了天壁，就是天然的皮。那么若是异性人呢，伊悟了这个毕业闻性即空，伊就成了这个慧壁。啊，菩萨呢，伊悟了这个毕业就是假，所以成了这个法壁。佛悟这个毕业就是中，所以成了这个佛毕。那么咱这个鼻仔嘛会当来悟性，
也能来悟到足济境界无同。也咱亲像《阿弥陀经》的一位弟子讲，周利盘陀客，周利盘陀客，伊就是悟到毕业即空，伊悟到即个道理，证到圆通，成就了无上道。这就是咧讲，咱即个毕竟虽然看起来毋是有啥物功能，毋是有啥物作用，但是呢，伊即个六根内底，不管对一根，伊的本性就是如来众生。所以毋是甲你讲，你的鼻仔读得未通，你才无闻性；或者是你的鼻仔有通，你才有闻性。嘛毋是即个鼻仔的闻性是对外口来，嘛毋是即个鼻仔的闻性家己呢产生即个闻性。遮每一项拢一一甲你说明讲，根本毋是安尼，啊毋是安尼，明明。对不，咱的鼻仔就会偏芳偏臭，咱的鼻仔呢，就有迄个嗅闻各地的这个感觉，这就很正常啊。所以唔得甲你讲，本如来众性，这唔是因缘生化，嘛唔是自然伊家己会安尼去偏，会家己呢去这个呢去知影，这就是有如来众性。所以呢，咱众生就是拢一直。无了解到这层较深的这个道理，因此呢，拢较会执着伫这个相。即马上面咱甲这个毕业、六业内底，咱已经讲三业，即马第四业，咱就要来讲这个舌。舌就是咱的嘴子啊，舌头。咱即马看136页。头前面算倒过来第四节，阿难，譬如有人以舌抵吻，舌抵灵乐，其言六病即有苦味，无病之人味有甜促，又甜亦苦。显出色根，不动之时，淡性常在；兼色已落，同是菩提，定法如上。这个文就是呢，就是诸法为例啦。即马世尊要开始讲这个色业生加入一个人。哦，伊就甲阿难讲，譬如有一个人，伊用伊的舌头去尝，滴就是尝，去尝物件。那么呢，伊尝了，伊的吻就是咱这两个的嘴角。因为呢，咱咧尝物件，一定这个嘴角呢，会去消毒。因为安尼呢，咱这个附丁根的舌头，这个附丁根的舌头呢，哎，都会消合起来。啊，唔知影讲咱这个舌头，伊是涉及就是众生，是性与根，所以伫咧尝的时阵呢，哎，这两个尝，这两个嘴角合作伙，咱咧尝物件，尝久来呢，嗯。会感觉气味无相同，那么气味无相同有分咯。有病的人，这个人有破病，伊的舌头尖物件会苦，佮会涩涩。啊，若是无病的人，伊尖物件，好像是讲莫尖物件，尖你家己的嘴唇，你家己的嘴唇呢？你若是无病。你会感觉小可微安尼一丝仔甜甜，对无？因为你呢，提吻这个中间，你有发觉到甜苦，安尼正正显示咱的呢，色欲之根无振动，哦，因为呢，
迄个时阵，咱的时间无点大，啊，唔过呢，你若是教师去真去的时，你感觉安怎？无甜无苦，无甜无苦就是正淡嘛，淡淡就是正。那么呢，这个淡性是常在呀，所以甜苦甲淡，迄是其实咱的色根疲劳发生的这个象征。咱这嘴唇如果讲，你若当安尼甲蒸，安尼甲蒸，蒸久呢，咱这个嘴唇吼会花白，啊，而且呢花白了吼，咱这嘴唇皮会酥起，因为咱的嘴暖水吼，咱的嘴暖水是一种淀液啦，啊嘛是一种油啊，啊，这个嘴暖水吼嘛是会消炎，你若讲啊，无代不治。啊！你着淡仔甲蒸，干呐甲蒸，蒸了久来呢，你的嘴呢会变成吼，安尼苦苦。吼，啊！毋过足侪人呢有这个歹习惯，囡仔尤其囡仔上爱安尼，吼舔着嘴。啊，这种的情形呢，其实你不管甜也好，苦也好，正也好，这拢是疲劳相，真久就会安尼啊。你拢卖去加钱，伊都无有这个现象啊！这是一个纪律啊。但是呢，兼令常之，色即以苦，甜苦淡之乐相，安尼，这个问题就走出来，要甲你讲安怎？讲咱这个会钱的嘴子，甲咱钱到的甜苦正，这拢是疲劳相。这都是菩提心中定法乐相，定定就是安尼继续定定。咱常常做这种动作，做这种动作啊，继续做，拢无休困，安尼就疲劳了。吼、哦，咱人目睭，你叫你讲一个目睭叫啊直直，袂使眯目，吼、哦，好疲劳，对无？啊！你讲呢？耳仔注意听，袂使听唔到去哦，一句都袂使漏去哦。你的耳仔直直听到足忝的，对无？好啊，咱即摆舌头，这个舌头呢，应该合理。有食物件，咱唔到有用到；不食物件都袂用到。但是不咧食物件，你的嘴子直直拉，啊，直直尖，这个是一种疲劳相啊。啊，你讲呢？啊，这种疲劳相就是啥？这个疲劳相嘛是呢，菩提心中的一种疲劳相，对吧？咱头前面讲到呢，眼、耳、鼻，拢是呢，积累两种尔，通色、冷、热，或者是讲吼，咱呢，拢是用两种，但是，你这个色即得三种，色即就是讲到甜、苦、淡这三字。啊，甜就是有味之味嘛，甜就是有气味的啊，对不？有气味的物件，人就一直尖啊。啊，那淡呢？淡就是无味之味啊。正的物件就是无味啊，无味嘛是味啊，味就是正啊。所以咱佛讲，讲不但有味无味，专属希望，同是色即之乐相。不管你甜的是有味。无味，这拢是疲劳相。会当知影有味无味之色根，以及因为熟地，熟地就是讲真正久有这个甜苦的这个相中的疲劳相造出来。这款的，这拢总是咱世尊讲，这拢是菩提心中的疲劳相。那么咱看。因甜啊，甜苦淡两种妄尘，法知其中，吸取真相，明知微性，此知微性，离彼甜苦及淡二尘，毕竟无体啊。即要解说讲，知影即个微性的由来，不管甜苦甲正。最初拢是迷真起了这个妄的境界上，所以咱的色入
原来是无自信，但是呢，舌头一动的时阵呢，甜苦，甲无振动的时阵会正正，这两种的这个呢，妄尘就会去念淡发低，这个情形伊就是念在你这个性，去住在你这个根的中间呐、啊。基于根中，就是你这个根甲伊这个咱头前讲的甜、苦、正，诶，你这个中间就去吸外口的这个尘枪，透过这个尘啊，就蒙现出来。安尼名叫做低微灵入之性，因为引发咱的色之低觉，所以基于其中。名叫做法地其中，这就是要依境来看咱的心，搁再呢，由这个带在这个妄尘之中，低微的性，才去吸收到甜苦正相，这拢是咱的心去处这个境，参像这种的色心合合，就成了圣义根的色根。那么有低微的性，这拢是说明因缘生法无性，动体即空，会当知影甜苦正的色根是透过尘而来现。所以讲，若是离了这个妄尘，安尼毕竟就是无体嘛。啊，譬如讲，咱即马这个舌头。因为咱这个嘴子有一个敏感度，咱物件食到嘴无感觉，舌头一伸出来就感觉。所以你讲烧的啊、冷的啊、咸的啊、咸的啊、正的啊，唔是这个内底这个嘴咧知影是这个字，字呢？所以你讲我唔敢食苦。你唔敢食苦，你莫去夹苦的物件，去咬着即个舌头尖，舌尖莫去碰触。你直接就甲塌落对脑后，啊！你第一甲啉落，安尼你就无苦，因为遐唔知啊，没有知觉呀。啊，知影就是即个嘴子，所以咱若吸着物件，即人就是拢尘来引啊。吸着物件了，尝看卖啊，即啥物味？吼、哦、啊，偏的味甲尖一个味无同味。你鼻芳芳，你嘴子尝落咸啦、正啦、苦啦，你甜的啦、咸苦的啦、正的，唔是用鼻鼻的出来，鼻的出来。所以鼻子没有这个功能，舌头呢，伊就自然有这个知觉性。但是迄个无甜，无甜就舌头嘛无这个体啊。无即个主体伫心呐，所以因为有尘，咱才会定。啊，尘就是咧指啥？尘就是缘呐。啊，缘就是指啥？指现前的东西。啊，下面咱讲137页，头前面算到过来第三章下半段。如是阿难，当知如是相苦淡知非甜苦来。非因淡有，又非根出，不宜空生。即要追究，色入无所将来，要装飘非尘非根非空。所以咱佛甲阿难讲，这个呢，色入唔是对甜苦来，就是要破伊的非他生，唔是凡物的因缘生，非自根生。是破哈、破这个呢，自性是要破伊自缘性。头前面有讲，伊这嘛毋是自性，嘛毋是他性，嘛毋是自根性，嘛毋是无因性，这就是种色啊，种色家己生出来的迄个知觉呀。啊，毋过咱就是无了解这点，一直拢伫遐咧游啦，吼。世尊甲阿难讲啊，讲你应当知影，你试着苦的、正的，你知影这，哈、
不是甜苦来的，也不是因为正有的，也不是因为你的舌根生出来，更加不是虚空里面造出来。为什么？何以故？绿甜苦来，淡即滴灭，因何滴淡？绿从淡出，甜即滴亡，又因何滴甜苦异常呢？假使讲，你知影这个气味的性，甜的啊、苦的啊、正的呢，并无存同齐存在。假使讲你这个色滴味的性是对甜苦来的，啊那呢正的时阵呢，啊无甜啊无苦，啊这个呢知影甜甲苦的性，既然对着甜甲苦就灭掉啊嘛。无理在在现场啊！为什么你哪会阁知影正？相反讲啊，你这个滋味之性是对正中而来生出这个滋。那么滋的时阵就无正味咯。啊，你这个滋滋味的性应该爱随迄个正的味就去咯。为何你哪会知影讲这个物件是甜的，是苦的？啊、哦，这就是要破阿难，伊不从甜来，讲六种色性必无甜淡及异苦甜，殊滴味根本无自性，这就是要破伊。这个知觉不从舌根来，这个滋味道的性是对家己的舌根而生，这必然是无需要讲正苦的甜，但是无苦甜、无苦、无正，安尼就是呢，这个滋味之根性，就自然就是完归一心。无别体，咱所以知影滋味的滋味觉的性，拢是由甜来发滋。那么若无甜，伊无毋知影正苦甜呢，在伊的一由这个心啊。那么六种空处呢，虚空自味，非你口滴，有空自滴，何关你入啊？同款的意思，就是要破阿难。不是对虚空来，你袂当讲滋味的性是对空中来。那么空本来就是无情的呀，哪会当生有情的滋呀？那么使这个空会当生滋性的性，安尼自然就属于空家己知啊，甲你阿难有啥物关系啊？啊，空家己生家己知啊，对无？虚空自味啊，非你口滋啊。所以唔得可见，咱知影色即的滋性，既非甜性，亦非根自性，更非空性。是故咱知影无性，啊，那么无性就是空啊，啊，空就是要显空如来藏啊。那么你这段的文内中，世尊六义内底每一个后半段呢，都是有雷同。会结束啦，拢要同款哦。事故当知，失入希望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这就是要说明因缘生法即假，显不空如来藏。第二句呢，因缘生法即中，就是显空不空如来藏。所以失入相妄性真，本是具足如来藏性，藏性不变随缘。不是生而生，众生虽然不变，生而无生。所以咱众生唔知影，色入就是众生。所以咱生了这个肉的色，啊，天的色。好，咱就来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了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